亚力加贼啊，咱各位法律建国的研习班的所有学员，大家早，大家安坐，啊，大家好哈。啊，今仔真欢喜，佮有即个机会啊，会当来啊，甲遮甲咱所有学员，大家三甲见面哈。啊，咱即期呢嘛，拄好佮有一挂原住民的朋友哈，所以若种有台语听较无的哈，会当小甲使者目尾者，我当佮用啊，无同的语言用华语哈，啊，佮甲各位小补充解说一下哈。啊，不如讲呢，咱因为咱嘛有 PowerPoint 啦，啊，所以其实有真侪物件当透过 PowerPoint 来看，啊，应该都无啥物问题哈。啊，咱即阵呢是要来讲有关台湾语文的部分哈。啊，当然咱台湾的语文包含着原住民的族语、客语、啊台语，这拢是咱台湾的语文哈。啊，当然因为我本身啊较专重是伫台语这部分哈，所以可能咱会用较侪甲台语或者是即个越南。来做一寡例，啊，来甲大家做一寡分享吼。啊，咱今仔日要甲讲的是针对这个台湾语文的，甲这个台湾文化主体性的一个重要吼。啊，要，咱要为着讲起呢，咱为去年5月24日当时呢，啊，伫台湾文学馆，啊，咱我伫遐抗议黄春明遐，为遐来讲起，要来讲一个咱台湾的语文的问题吼。啊，咱一开始咱所看了这张相片，这是去年呢，啊，抗议了呢，啊，后来呢，阮去一个法院告这个黄春明吼，告伊公然侮辱吼，啊，为啥要甲告呢？啊，咱等下会详细来看吼。啊，咱即摆看的这张相片是迄当时黄春明呢，哦，甲迄、那个甲伊的这个西装脱掉，啊，剩穿一条内领牛的衫呢，吼，啊，冲来要甲他拍，啊，要伫遐甲他骂就对啊吼，啊为虾米伊会遮生气啊，甚至冲来要甲他拍呢？啊，伊拢无检讨别人，拢干那先检讨讲吼，我甲举牌仔抗议啦吼，我是甲举啥物牌仔抗议呢？因为我来举这个牌仔抗议啦吼，我的牌仔呢有用中文写嘛，用台语写哈，啊中文顶头我来写讲吼，台湾作家哦，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语文，却用中国语创作，可耻，啊啊下面是用台语的罗马字。来写，也讲台湾作家呢，爱用台湾语创作，啊，啊，这是当时我甲抗议吼，啊，为什么要甲抗议呢？其实是安尼啦，去年呢，啊，5月20日迄天吼，啊，迄当时呢，文建会因呢有出钱办一个这个文学的这个研讨啦，文学百年的研讨会啦，啊，文建会就是去年呢，讲吼开2亿外呢去办一个。办两场的暗会，梦想家暗会，啊开2亿外迄个单位啦吼，啊同款呢，因嘛听讲吼，开差了600-700万，几啊百万去办这个百年的这个文学的这个百年小说研讨会就对啦。这个研讨会呢，吼，伊的重点就是要讲吼，啊台湾吼有这个文学有这个小说吼，其实呢，拢是阮中国人创造的啦，吼，啊恁这台湾人敢少数啦。啊，啊，若有啦，像敢若黄春明即种个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伊演讲来，伊邀请遐人，差不多足侪拢是在台的中国人啊，毋是本土的台湾人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演讲个呢，啊，其他个人好啦，伊来演讲个时，其他个人大多数，啊，譬如像伊公中，还是其他遐个在台的中国人呢，伊嘛是拢讲伊个文学个小说个创作个理念，嘛是讲伊个经验安尼尔呢，独独着敢若黄春明呢。伊即、這个啊，伊呢，伊无要讲即、這个，要讲即个伊个小说，伊个本行是小说吼。啊，伊是咧讲啥？伊讲吼，即、這个台语文教育的商榷啊，诶，即个意思咧讲吼，啊，台语文呢，啊，台语文的书写与教育的商榷啦。吼、啊，种这台语文呢，可不可以书写？啊，需不需要书写？啊，需不需要教育呢？啊，应该来讨论一下。基本上，伊定这个题目的做挑衅的味道啊，就是来这要共呛，啥要呛毒啊？啊，其实伊要来进前呢，文学馆的内部都有人家建议讲吼，讲黄老师啊，你敢真啊要来这讲这个题目？你这题目吼，敢那无啥特动嘞，无符合这个研讨会诶性质嘞。但是伊嘛是坚持，就是要来讲这个题目吼。啊，来讲了呢，伊的
我迄天我嘛报名去听啦吼，因为九点开始讲啦，讲到差不多九点半外，我才甲控制。啊，迄半点钟，迄半点钟当中呢，伊是讲啥物内容？啊，我报纸报讲吼，啥物人？伊一开始要演讲，我就甲控制，其实无影。我是坐伫遐半点外钟呢。啊，伊伫遐就伫遐讲吼，啊，我们我们中国人呐吼，啊来两岸的同文同种啦吼，而且阿扁啊呢，伊一开始就开始个看对阿扁啊，讲啊搞什么？一边一国啦，吼，啊搞什么本土化啦，吼，啊，过来呢，伊就讲吼，啊，咱台湾甲中国拢嘛食肉粽，迄当时拄好特别过五一节咧，吼，因为咱台湾甲中国拢嘛食肉粽，吼，啊，咱拢嘛同文同种，拢嘛共国，吼，啊，伊就开始讲讲遐五四三咧，吼，啊，过来伊就开始讲啊，讲这台语文吼，迄无多书写啦，吼，啊嘛无多创造文学啦，嘛无需要教育啦。要店主家己讲就好啊，吼、哦，伊就记咧啊，讲吼，伊去高雄咧某某一个学校参观时，讲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学校啊教原住民的话，啊教客话，啊教台语，啊教遐尼济，安尼学生负担会增加，学生的负担会害学生囡仔吼学袂起来啊。讲讲这种五四三的话咧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伊就愈讲愈极端安尼，伊就讲吼，啊遐变台语文的人咧，吼、哦。像讲郑良伟啦、洪伟贤这些人呢，哦，把伊的这个作品翻作汉字呢，翻作台语文呢，哦，因这些人拢是不伦不类啦。意思咧，口说讲吼，啊，人遐坚持用台语文来教育，也是来写作，也是来做这个传承，哦，而且工作者呢，伊拢咧共批判，就讲共共骗想啊啦，哦，用遐无实在共骗想，佮共侮辱啊，哦，啊，当然这个时我就挡袂掉啊，哦，我讲。安尼啊，你若要安尼共骗想的时阵吼，你也提出事实来啊。但是伊讲的足侪拢毋是事实啦，包括伊当时了讲这個，迄洪伟人哦，还佫伫个中央研究院当助理，啊，迄种口气佫伫遐足轻视，足像伫遐讲这样足轻视迄种。啊，伊无想讲，迄是二三十当前的代志安尼。迄二三十当前，迄当时洪伟人哦，因为杜洪为互国民党掠去关出来无偌久哦，啊，迄当时。哦，伊就伫即个也无摕到博士学位，就伫即个中央研究院做助理，哦，迄是二三十当前的代志啊。啊，伊还佫停留伫二三十当前，结果人家安慰因，即摆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系主任，佫退休啊，人已经做到教授退休啊，伊现在佫停留伫二三十当前，啊，拢无改进，无 update， 也无更新伊的资讯呢，吼、哦，啊，用即种似是而非呢，哦，诶代志，伫遐讲抹黑，伫遐讲扭曲。哦，啊，像郑良伟也好，洪伟呐，因敢有在场，敢有机会通替家己辩护？无呢。啊，好佳哉，迄当时拄好，阮有一帮人，我啦，啊，佮阮正济台语文的朋友去听吼、哦，啊，听了就袂堪一下呢。所以迄当时，阮就牌啊举出来，就像安尼，大家抗议。啊，阮甲抗议时，阮嘛无甲抢麦克风呢，嘛无抢麦克风，阮就干呐表示阮的意见尔。讲你会当用麦克伫遐黑白讲。为啥我袂当反应我的声音？我嘛无甲阻碍伊的发言啊。但是看到这個就插着啊，就见笑当生气啊咧。哦，就足气的咧。哦，就甲骂啊咧。啊，甲骂，佫毋是用台语哦，用北京话哦。哦，啥物他妈的，啥物嘿，安尼哦，五字经来甲骂哦。哦，啊，佫冲来像拄只嘿吼，佫冲来要甲拍落去啊。哦，我奇怪咧，啊那有。哪有人会安尼啦？吼，讲你会当用不实的言论去批评别人，去侮辱别人，煞袂堪即人用即种海报安尼，吼、哦，甲你表示一寡无共的意见尔。哦，咱也无抢伊麦克，也无阻碍伊的发言，伊竟然就要拍了要共抢，抢了要共拍吼。啊，事后咧嘛，媒体讲吼，你怎会问太无爱啊？身为一个大学的教授，太无爱等人演讲煞吼。啊，再来问问题，我讲演讲煞伊早走了啊啦，这现行犯呢？这个咱袂输讲吼，你即摆看到一个歹人啊，吼、哦，伫路人呢，吼、哦，要共抢劫，还是讲伫你啉的水内底，甲你掺这塑化剂啦？迄现行犯呢？你是要甲阻挡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吼，勿紧，等你啊啉迄水吼，啉了然后中毒翘起吼，啊，我再报警来处理好啊。这现行犯当然嘛是爱当场甲制止啊。哦，他有迄个讲哦，吼，继续伫遐毒害，哦，毒害遐听众，
哦，啊，等伊毒害了呢，啊，咱则个来发现。等演讲煞伊早走了，咱要怎发现啊？所以呢，迄当时我就随个一个即个牙牌啊，甲抗议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当然事后足侪报纸，尤其是遐中国派的报纸呢，都一直伫遐用无实在的遐的代志来甲抹黑我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当然咱今仔重点无要讲遐侪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即个人咱嘛无啥物啊讲遐侪吼，啊，即、這个详细即个经过呢，咱后来有出一本册吼，叫做《蒋维文抗议黄春明的真相》哈、啊。咱内底呢，包括有迄天呢发生冲突的录音带，我拢甲用做逐字稿，一字啊一字拢甲写落来，看黄春明讲啥物话，啊，我讲啥物话，大家来检验嘛，吼、啊，毋是像媒体一般所讲的，讲哦，我蒋维文做无理安怎安怎，啊，若无理吼，只讲做办单，你得爱公布伊录音带嘛。但是到今，伊录音带嘛拢唔敢公布、哦，所以这嘛是阮为虾米拄只安尼看着讲，阮去台南地方法院甲告啊。啊，我甲告吼，嘛无要求伊爱赔我钱啦，我敢提出三个要求尔、嗯。第一个是啥物要求？要求主办单位，就是即个文信杂志社，啊，搁即个趋势基金会呢。啊，啊，佮文建会，因遮呢，爱公布迄天的录音带。照讲呢，因迄研讨会迄天呢，因拢现场伫网络转播哦，事后你佫会当踮网站去看哦，所以你佫会当看到即个白先勇还是其他的人的演讲的带，你真佫会当去点来看。但是独独着即场，伊佮删除，无爱互看。吼、哦，所以咱第一条要求讲，你若公布迄天录音带出来，吼、哦，互人互社会大众来看到底是。上较有理，上较无理，这是第一个要求啊。第二个呢，咱就要求讲吼，你黄春明呢，应该爱对伊共骂遐个人，包括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郑良伟教授、洪伟云教授，包括遐拢互伊骂惨落遐从事台湾母语个工作者，爱共公开回收了一个啊。过、哦、来第三个要求是讲，要求黄春明呢，含我蒋文文来公开辩论，踮原来。发生这个台湾事件，国家台湾文化馆就原来这个题目，吼、哦、来辩论，一对一来辩论嘛。啊，这嘛足简单嘞，这三个条件够有困难。各位恁来看，这够有困难，够有无理的要求，无呢？到今因拢无要做，所以我就足生气。当然，迄当时就这个包括咱民政府、毛城县做伙去台南市地方法院甲告啊。啊，咱甲告呢，嘛无甲要求要赔偿。就要求伊执行这三件代志尔啦，到阵嘛要唔呢？所以顶个月，即、這个十二月呢，啊，地方法院嘛开庭呢，啊，即个地方法院开庭的时阵呢，啊，即、這个审判长呢，嘛伫遐一直苛刻，顶滴个暗示苛刻即个黄春明吼，讲吼，即呐照安尼看吼，伊是较书面呢，吼、哦，事实就伊共骂嘛。啊，我拢也无共骂啊啦，吼、哦，我敢若即句讲，伊是凭啥物，敢若举牌啊尔嘞。所以若遮个看，伊是温书的嘞，所以嘛，苛刻伊着爱达成和解呢。吼、哦，我嘛讲，若和解时阵，即个伊若达成即三个诉求，咱着无要搁甲告。吼、哦，但是呢，伊嘛是一直目前还阁毋愿意呢，含即个出来辩论嘛毋呢。啊，辩论这呢，伊嘛是咧欺骗社会呢。伫九月份吼。哦九月底呢，迄当时伊嘛阁有来文学馆，阁做另外一场个演讲。啊，迄当时我阁专工准备邀请函，吼、哦，要邀请伊来辩论呢。诶，伊嘛公开答应呢。迄当时媒体嘛，伊嘛讲好，十二月份要来辩论。结果呢，事后阮要甲伊超时间，吼、哦，拢超袂出来。即摆已经过啊啦，十二月已经过啊，啊伫倒啊？公开讲要辩论，啊其实无影啦。即就是中国人讲一套做一套啦。啊！我讲的中国人不是侮辱伊呢，是还原伊的真面目。伊本来就是中国人啊，吼、哦！伊本来伊就认为伊是中国人，伊甲迄个陈云珍共款，本来就讲伊是中国人，毋是台湾人啊。伫二十当前，咱即个前卫出版社吼，专、哦、门出咱本土好册，即个前卫出版社呢，迄当时出一套台湾作家专辑吼，啊，内底有收录台湾较有名的作家，原底要收录黄春明的作品落去啊。伊也讲 no， 歹势，我是台湾，哎，我是中国人，毋是台湾人，所以我的作品你莫甲收伫台湾作家专辑内底。所以你若看，迄套册无黄春明嘛，无迄个陈映真啊，陈映真就较早办《人间杂志》迄个啦，啊、哦，迄、那个即摆
听讲伫北京病危啊，最近拢是中国伫甲照顾，因为伊着中国人，伊认为伊毋是台湾人啊。好，啊，即个详细呢，咱着为遮来讲起，着、就是讲是安怎像即个黄春明即种人呢？伊嘛食到七八十岁啊呢。我大学时代嘛最爱读伊个较早个小说，嘛以前嘛算是伊个粉丝呢。啊，毋过呢，二十当后我足失望个啦。啊，我学生时代最爱看伊个小说，但是尾仔发现讲，啊，即个人讲一套做一套呢。甲伊写个小说，甲伊过去别方个迄种个印象完全是无共个呢。尤其是即几年来，愈来愈含啊啊。迄咱就无要讲成济，咱就干要甲自己讲，伊本身家己嘛讲，伫九月份，然后迄当时伊过来文学馆做另外一场演讲时，我嘛甲自己讲，啊，为虾米伊无要用即个台语来写作？吼、哦，嘿，爱家己嘛讲咧，你要叫完全用台语来写作，伊就无法度，因为伊细汉就无受到台语的教育啊，伊细汉是日本教育的嘛，哦。啊，后来佫受着中文的教育啊，所以伊细汉就无台语文的教育啊，要叫伊完全用台语来写作，伊有困难嘛。啊，你若讲伊有困难好，即咱嘛会当体谅，因为咱大多数，包括我以前也袂接触台语文，以前我嘛台语的青面语呢，我台语嘛袂晓写呢，会晓讲，但是袂晓写。但是你既然讲，就承认你都袂晓台语文的书写，啊，你是安怎要来跟讨会讲即台语文书写的议题，佮伫遐共骗想？搁底下讲侮辱遐坚持用台语文书写的人，你应该讲肯定，应该讲学习较对啊。是安怎无讲肯定便罢，等到搁要讲侮辱，叫人得爱放弃，讲叫人得爱放弃母语，然后拢去学中文，用中文创作就好。他会使有这种言论，哦，啊，所以讲真奇怪啊！啊，为什么伊得爱出卖家己的民族的语言甲灵魂呢？咱得要甲自己是安尼啊。但是伊嘛拢唔敢予咱一个，嘛无予咱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啊！哦，啊，这是为遮呢，咱得当来看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啥物是青面具啦？包括咱都最后小可点到即个陈方明吼，伊、哦、后来嘛是发言吼，伫挺即个黄春明的哦。啊，尾后嘛甲积极在讲吼，啊，陈方明先生，啊，你是毋是台语的青面具啊？吼、哦，因为伊讲吼，台湾文学呢？啊、哦，就是讲台语啦，台湾母语无法真做文学语言啦。台湾文学哦，若得爱用母语书写吼，啊，若得爱用罗马语书写吼，就敢若剩两样尔啦。伊是讲台湾文学吼，拢得爱用中文书写较会使啦。哦，啊，遮就真好笑安尼。哦，所以咱即摆就来讨论一下，到底台湾的语文，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，原住民的族语也好，敢真正袂当书写？历史上敢无留下啥物文献？敢无啥物文化资产？其实是有呢，真侪呢，是因为咱失教育，咱无教育的关系呢。啊，咱即摆先来看，啥物号做青面具？啊，在座敢有人认为家己是青面具的？我想可能无人会认为家己是青面具嘛。啊，咱即摆即个年纪，大多数较歹嘛，拢有受过中文的教育啊。但是呢，咱家己的母语，咱敢会通书写？原住民的也好，客家的也好，台语的也好，咱会通写袂？我较早嘛青面具呢，读大学以前虽然讲中文、英文会晓讲、会晓写，但是家己母语袂晓啊，所以其实呢，咱大多数的人拢是母语的青面具啦，哦，啊，但是这是啥造成的？当然唔是咱家己造成的嘛，是外来统治者甲咱造成的啊，即个外来的中华民国政权啊，来到台湾了，伊剥夺着咱的。台湾语文的教育权，无爱予咱继续咱原住民的话、客家的话、予咱河洛人的话，伊就无爱咧。吼、哦，要甲咱台湾本土的语言甲文化甲斩断去咧，所以毋则造成咱变做无语的青面具、无语的文盲。哦，过来，咱要来看吼、哦，这语言甲文化有啥物款的重要？为虾米外来政权一直要甲咱的母语、要甲咱本土的语言，甲？甲消灭掉去，为虾米？当然，即甲背后文化认同、甲民族的认同、甲国家的认同，拢有关系啊。我想请教各位，在座有人认为家己是越南人无？国爱，那我们闽南方，啊，
风格爱人话闽南，拢讲，啊，我拄则讲的是越南话，因为我捌较早为着做调查去越南待一冬，嘛去学越南话吼。在座有人认你是越南人诶无？无啦，我想应该无人啊。啊，虽然我加减会晓讲一寡越南话，我嘛无认为我是越南人呢。为什么你未认为你是越南人？啊，为什么你未认为你是越南人？嘿啊，毋捌互越南统治过啊，啊，佫有啥物理由？啊，你也毋捌带过越南啊，甚至有个人可能含佚佗都毋捌去过咧，对无？哦，啊，你也袂晓越南话，对越南风俗习惯也不了解，当然你都袂感觉你是越南人啊。啊，啊，你敢会认为你是瑞典的人、法国的人嘛？袂嘛？你会认为你是啥物款的人？迄一定拢会有一挂因素，互你造成你有迄个认同感嘛？啊，是啥物因素？才当造成，吼、哦，你认为你是台湾人，还是你认为你是中国人，还是你认为你是倒一国的人？一定背后有一挂因素嘛。啊，咱今仔来探讨看卖，是啥物因素会互你造成你是认为你是倒一国的人？吼、哦，一般呢，咱会来讲吼，伊大概会有客观条件甲主观的条件啦，吼、哦。客观的条件呢，啊，通常是基血缘也好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住的所在风俗习惯。哦，语言、宗教，真侪，有真侪客观的条件。啊，倒一项较重要，这真歹讲啦。无同的 case 呢，伊的这个重要性是无啥同的。也就是讲，你这個客观条件通常拢是爱，互你感觉你甲来别人无同。譬如讲，咱讲一只猫、一只狗，猫甲狗为啥会无同？哦，啊猫伊有啥物特点？啊狗有啥物款的特点？哦，同款的。你要认为你是倒一国的人，还是倒一个族群的人，一定是互你会感觉，哎，你甲别个族群倒一道啥物无共。啊，遮无共呢，有诶伊会较重语言，有诶较重宗教，有诶较重即个血缘，有诶较重无共诶物件呢。哦，譬如讲像即个美国诶即个黑人甲白人呢，诶，因黑人意识甲白人意识，迄个族群认同是无共诶呢。啊，因偏偏拢讲英语啊，哦。啊，为什么因个无同个黑人甲白人个即个区别？主要伊皮肤色啊，伊即个顶足顶头，伊即皮肤足明显个嘛。黑人你着是看起来比白人较乌嘛，啊白人着是较无同嘛。所以因个即个黑人白人意识着较强，啊，同分个比例嘛无悬啦，啊。啊，但是呢，伫咱台湾个时阵，各位倒一项个较重要？你甲中国人皮肤色有同啊无同？足接近个呢。啊、哦，台湾人其实整个亚洲人，伊个皮肤色拢真啊真啊接近嘞，就亲像讲咱拄着西方人，大家拢甲叫阿斗啊，啊你也分袂出伊是美国人，啊还是欧洲，还是法国、意大利人，你分袂啥会出来嘞？亚洲人嘛同款嘞，哦，基本上咱个皮肤色拢足同款嘞，你要透过皮肤色分讲吼、哦，你是台湾人、中国人，真恶嘞，哦，啊你讲清差，清差敢即马嘛拢足同款嘞呢，哦。啊！你讲风俗习惯，诶，话有共，话无共啊！哦，啊个啊，差较侪，较大个无共是啥？语言上大无共啦！你看阿六啊，遐中国人，遐中国游客来到台湾个时阵，你一听伊讲话，是看伊个表现，你就知影啊，这着阿六啊，中国人。哦，诶，啊，咱台湾人，完都无共嘞。所以伫咱台湾甲中国即个 case 即个例来看个时阵呢，语言。敢那是上明显、上会当区分的，一个上重要的一个客观条件呢。哦，啊，这嘛是为什么中国人当初时呢，1945年以后呢，啊、哦，来到台湾了呢，就开始想尽办法要叫咱学北京话，哈、哦，啊，过来透过教育，哦，甲咱教讲咱拢是中国人，啊、哦，硬要甲咱洗脑呢。所以你看，伊的第一步就是啥，所谓国语政策嘛。叫咱的原住民，叫咱的客家，叫咱的荷兰，大家拢啊放袂记得家己母语去迁就这个北京话呢，所以这是伊第一步嘛。所以你啊看，为什么咱台湾到较近，吼、哦、国民党统治将近要70年啊呢？你看少年辈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伊的语言呢，豆豆啊，伊的母语煞变成华语去啊呢？吼、哦、啊，因为你用华语了，你得安怎？你看拢看中国册嘛？啊，中国册就拢中国观点嘛，所以你变成讲，包括咱即卖要讲法律建国，
哦，要讲台湾要建国，台湾人爱徛起来，爱做主人。啊，遮个声音呢，就变成无真困难突破，真歹真做咱这个主流。啊，为什么安尼？因为伊有教育的优势啊，伊有媒体的优势啊。吼、哦，伊长期甲咱洗脑啊，啊，过来透过华语啊，遮、哦、互你甲中国无法度做区分嘛。上明显的就是。台商若要做生，要中国做生意，足简单诶嘛。你看最近有一挂台商，因为去中国做生意尔，就开始讲，叫咱台湾人呢，就爱接受九二诶共识。啊，即九二共识，迄当时李登辉人伊进到要话，人就甲伊讲，伊迄当时就无九二共识，但是伊嘛是硬要甲你讲，咱就爱接受九二共识。为虾米？遐侪台商会去中国？若要讲伊遐土地俗、人工俗，东南亚嘛足俗个呢。我定咧做越南个，我知影越南个土地人工阁比中国较俗呢。是安怎台商去东南亚去东南亚，相对中国来讲比较较少，因为语言袂通嘛。哦，为什么中国遐个外来遐个生意人，就台湾人上济啊？台湾人上毋惊死啊？日本人、韩国人阁顶多无遐济呢？因为台湾人就戆戆啊，伊会想讲啊，咱就华语拢会通呢，哦，啊，搁去中国用华语就当解通啊。所以呢，你看进前李登辉，哦，迄当时用借机用人，伫遐硬动硬禁哦，来讲今仔个台湾人若袂用华语的时阵，你唔免发生这個，伊自然就无啥会去啊啦，无几个人会去中国啦。啊，是足基本的sense啊，哦，啊，但是呢。真侪咱台湾人嘛是要无去重视这个问题，讲讲华语嘛会当有台湾意识啊，当然，吼、哦，讲华语嘛会当有台湾意识啊，但是迄是少数人，有觉醒的人，有迄种主体，有迄种会当先知先觉，会当家己自我觉醒的人，较会当安尼。但是几个人会当互洗脑，但是无互洗过，未互洗过，敢一趴尔啦，大多数的人拢是99%啦，哦，啊那。那总共，迄99%洗袂过，人何必做洗脑的工课？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伫咱台湾的 case 来讲呢，这个语言基本上是上重要的客观条件之一。哦，啊，过来除了客观条件，嘛爱安怎？爱有主观意识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譬如讲，我会讲越南话，但是我伫主观上，我认为我是台湾人啊。啊，越南话对我来讲是啥？是研究的。工具尔嘛，我研究越南的时阵，一个工具尔，吼、哦，就亲像讲，我以前去美国留学读册的时阵，我嘛爱学英语咧。英语对我来讲，是因为我要学习，要去美国留学，一个工具尔咧。也就是讲，外语是工具啦，但是家己的族群的母语，迄不只是工具尔，唔啦是工具呢，伊嘛是咱文化要传承的真重要的一个媒介啊。哦，这都不是干呐工具呢，迄嘛是文化的资产的一部分呢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讲这个语言，哦，伊啊，等于一个族群的认同呢，有这个客观甲主观的条件，两个人结合做伙时，就用过啊。所以你啊看，这个马英九也好，宋楚瑜也好，因这个人呢，为着要骗选票，骗这台湾人的选票呢，伊得安怎？调工去学一挂台语啦，调工去学一挂客话啦，甚至有当时佫调工拉几句啊原住民的话啦。但是对因来讲，敢真正有用心去听通这个土地，敢是有真正看重这个母语的文化无呢？伊是佮当作工具尔呢，伊是佮这语言当作工具尔呢。哦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讲，伊就是要安怎，要模糊化家己嘛。吼、哦，表示讲啊，伊嘛是台湾人，啊，其实伊的主观意识敢有认为是台湾人，无啦，即中国人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伊中国人，咱嘛毋是甲歧视呢，即事实就是安尼啊，啊，有个人讲吼，啊，咱莫分化族群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得包容伊啦，吼、哦，是伊无包容咱，还是咱无包容伊？而且各位爱知影，以我研究越南的经验来讲吼，越南呢？咱知影吼，伫17世纪的时阵，迄当时郑成功无啊，带一批人，几啊万人来台湾，算走路来台湾嘛，甲蒋介石同款走路来台湾的。啊，迄当时呢，佫有另外一旁的人是走路去越南的。
啊，遐人即卖拢叫做闽闽乡啊，闽乡人啊，就是闽调迄闽啊乡故乡的乡吼，闽乡人啊，遐人即卖拢叫做闽乡人。啊，即个人呢，到今呢，伊伫越南嘛，差不多本土化去啊，嘛拢讲越南话，嘛拢差不多是越南人的认同。但是伫差十九世纪后半期，一直到二十世纪前半期，特别是日本咧拍中国，啊，佮后来即个1945吼，即个中国共产党甲国民党咧家己伫遐内战的时阵呢，佮有另外一批难民呢，走路去越南的。啊，遐走路去越南的呢，即卖嘛差不多两三代、三四代以上的时间啊啦。但是我跟你讲，遐99%大多数拢无认同越南，拢要认为讲我去甲采访，伊拢认为啊，我的祖国都中国啊，中国是我的祖国，希望祖国会当较强的，安尼越南就会惊。因去到遐，你也看，那为19世纪尾期到个呾嘛，他100多年的时间啊，嘛已经经过四五代的时间啊，啊，因敢有认同越南嘛？嘛无啦，伊迄伫越南吼，伊算少数人呢，吼、哦，因差不多占越南一派人尔呢。伫即个越南的主流文化佮教育之下，因都要唔愿认同因的在地，唔愿成做越南人，吼、哦，还佫伫遐看袂起越南人呢。伫台湾的中国人遮，因来台湾才几冬，1945年以来到今，大概超。60-70年而已，他們還掌握到我們台灣的政治媒體和教育的優勢，他的輕易把你放棄了嗎？跟他說了，不可能啦，他們就是中國人啦，他們不認為是台灣人啦，在短期間裡面不可能偷渡化、土著化變成台灣人啦，我們台灣人不能遷徙、不能妄想啦，這不是說我們在排斥他，我們尊重他，他如果不願意成為我們台灣人，沒關係，伊会当用华侨的身份，吼、哦，伊着乖乖踮遮，莫破坏咱台湾的治安，莫破坏咱台湾的即个主体性。咱会当予伊用华侨的名义踮遮，但是呢，伊若要南山来的时候，咱着安怎？当然着爱学习东南亚看安怎处理啊，爱学习越南，学习马来西亚，看因是安怎处理因当地遐个华人华侨嘛。所以这嘛是我即几冬呢，一直咧做东南亚研究，特别是越南研究。只要真侪个，其实都会当作为咱未来台湾的参考啦。就是讲，咱台湾人其实是先故意啦，吼，咱拢故意讲吼，防软土深骨，啊，咱家己拢无去注意到，哦，好，啊，即个即部分咱是讲到即个族群认同的部分吼，啊，接下来呢，咱就要来讲即、這个台语文的部分吼，就是讲。黄春明呢，因遮个人一直伫遐骗想，吼、哦，讲这母语，啊，你点厝讲就好啊啦。我讲咱若安尼吼，北京话嘛点厝讲就好啊。即摆啥物人袂晓北京话啊？对无？读到去好好读册啊。吼、哦，读到迄个讲台湾语文，着点厝讲，毋免去好好读册。啊是安那北京话去倒来去好好读册，而且毋若国考好通呢，为小学甲大学拢爱读北京话呢，是安怎？所以呢，因遮个人呢，根本就是。头壳无清楚呢，啊，咱这来看，到底台语文，吼、哦、是会当书写，还是袂当书写？吼、哦，认真讲呢，咱台湾的本土语文内底呢，最早有书面语文书写是原住民呢。17世纪的时候，荷兰人就把罗马字传来台湾，吼、哦、啊，荷兰人用罗马字来书写西拉雅和克拉加兰和迄当时平埔族的语言呢，啊，迄即嘛嘛拢留下真侪文献呢。啊、哦，是讲较可惜，遮个文字拢变作死个文献啊，因为咱无甲传落去啊，迄个断证去啊，非常的可惜。啊，咱接下来咱就来补充解说，啊，那台语的部分是安怎？啊，即、這个台语文学当然真明确，吼、哦，就用台语来写作，这就是台语文学。啊，台语呢到底是要怎写？啊、哦，咱就来看吼。哦台语呢，有几种的现处是有几种的写法啦，哈。啊，第一种当然是传统上，咱一想就是用汉字来书写嘛，啊，用汉字来写这个台语，哈。啊，这种呢，上典型的就是这个民间的有所谓的这个歌册用法，哈、啊，歌册啊，你迄搭用念台语，啊，咱等下来看。啊，另外一种是全部用罗马字来书写，
啊，有嘛来熟悉这部分。啊，这对咱原住民这部分嘛是同款，原住民即卖基本上嘛是用罗马字来书写吼。啊，另外一种呢是所谓的汉罗合用，就是汉字甲罗马字合作用。啊，这部分是基台语的部分吼，原住民基本上是无可能也无都用汉罗来书写哦。啊，这个汉罗书写为啥会形成出现呢？主要就是讲，咱大多数啊拢受到中文教育，汉字变是足惯势啊，所以常常要叫咱用罗马字。使用罗马字来书写，咱也袂惯习，哦，常常袂惯习，哦，所以呢，伫即个情形之下，无咱就用汉字甲罗马合咧用来书写，哦，伊个形成个背景是安尼吼。啊，咱即摆来看者，像即种呢，咧就是全汉字个即个所有个歌册个用法哈。像即呢，啊，即、這个歌册叫做《虎形蠓仔大战歌》啦，啊、哦，伊是讲一只虎形甲一只蠓仔吼，啊起冤家。哦，啊，起完家了，就互相去闹伊个兄弟朋友来要斗啊，来斗三工了，对啊。啊，其实伊这是咧利用这来伫小解各种个咱台湾本土个一挂虫蛇，哦，就是一挂昆虫个物件，哈、哦。啊，譬如讲咧介绍神虫啊啦，哦，啊是讲介绍这个章鱼啦，啊是讲这个牙缸啊，等等，哦，就介绍这个虫蛇安尼，哦。啊，这是传统个这个啊歌册个用法，哦。啊，像这個。哦，伊讲得那主角就是我，即边好是蠓仔歌啊、哦，啊，讲啥物歌啊遐趣味，袂念先甲恁通知啊，啊，佮无论啥货有性地，好是蠓仔起冤家啊，这是传统的做法。啊，这呢，伫特别是伫即个日本时代啊，啊，佮即个清国统治台湾的末期，迄当时吼，有真侪即种的歌册的通行哈。啊，再来另外，咱要介绍就是全罗马字的，全部用罗马字来书写。啊，这伫咱台湾呢，咱拄则讲的上早是17世纪的时阵，原住民就有啊。可惜许邓政是失传去啊。再来，咱台语的这罗马字是差19世纪后半期的时阵传去咱台湾的哈。啊，咱即摆看了，这是规本的台语的圣经，用台语白话字啊，或者是有人讲教会罗马字来书写这个台语的圣经哈，像这。创世纪，哦，用原起头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啊、哦，地是空空混沌，深渊的面张黑暗，哦，是安尼。啊，这百外当前，咱台湾就有啊，啊、哦，啊，另外一种咧，汉罗书写的方式，譬如讲啦，哈，像这个故乡的残垣，啊、哦，啊，这呢是下啦，唔是伊哈、哦，咱袂当念作故乡伊残垣，哈、哦，唔是哈，这是故乡的残垣，哈、哦。啊，有的人讲啊，这不是读作 E 呢？啊，你哪个读作 A？ 其实迄是咱英文学了无啥好势，咱英文老师吼无甲咱讲个清楚。这字呢读作 E， 迄是英文字母顶头呢，这个 E 伊个名称，这个字母名称，吼、哦，就亲像讲你个名叫阿辉啊、阿草啊、阿水啊、阿歹啊，吼、哦，也是讲乐开，也是讲这个 A 字呢，迄其实迄是一个名尔，甲你实际全家体重其实拢无关系，吼、哦，所以。伊呢，即嘛是伊个字母名称叫做伊，但是呢，伊个发音呢，大多数拢读作 A 啦。譬如讲英语 egg， 一粒卵迄卵 egg， E G G 嘛是读作 A 啊。哦，啊种 elephant 象，哦，伊嘛读作 A 啊。哦，所以这是咱一般呢拢会误会啦。所以有个人个初初无了解，啊想嗯啊，这台语罗马太甲英语，哦会冲突，其实迄毋是冲突，迄是咱对英语误解去啊、哦。所以这。哎，咱简单讲一下，像这种呢，这是这个汉罗的书写方式啊，这是陈明仁所写的《故乡的残垣》啊，啊，我念一解哈，伊讲白灵犀，脚长长，想要烧酒问啊，你来来去去会当飞偌远？敢会飞过阮故乡的残垣？牛车路，狗长长，想要烧酒问，你圆圆歪歪会当行偌远？敢会行过阮故乡的残垣？自阮离开了后，故乡早就爬远，简单春着一曲干梦花。自阮离开了后，故乡早就爬远，简单春着满腹心酸。15暝月光光，照阮窗仔门，月娘啊月娘，会当照偌远？敢会照着阮故乡的残垣？
像这种呢，都是汉罗的书写哈。啊，有的人讲啊，汉罗是当时要用汉字，当时用罗马字，总之有春秋啦。就亲像讲日文内底，伊嘛是汉字甲卡纳南咧用哈、哦。啊，当然有一个春秋啊，嘛有一定的行情啦。啊，咱若接看，咱就知影讲当时用罗马字，当时用汉字。啊，大原则基本的原则就是讲，你这汉字用出来，大家若无争议的、有共识的，咱就用。啊，若讲你这汉字写出来吼，人可能看无，还是讲吼，人有无共意见，啊，有无共写法，啊，引起冤家呢？安尼，咱就用罗马字来写。啊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若看，像像这月娘啊，月娘会当照圆会当，哎、欸，咱就要用罗马字啊。因为呢，这个若要用汉字吼，足侪想法嘞啊。哦，三个人可能五种的写法啦，太侪种的呢。甚至家己呢，即时阵用的甲等下用的拢无同，啊，所以呢，像这种呢，咱就归去用罗马字来书写，啊，这是个基本的大原则哈。不过然后趣味会当到时再去上网咯，去学哈。啊，即个相关的资料呢，阁会当上咱成功大学台湾语文测验中心哈，咱的网页内底有一个台语教学资源、台语教学资源，有遐点落，咱有真侪相关的资料，有遐会当去找哈。好啊，这是汉罗书写的大原则啦，哈。好啊，咱即卖咱拄只迄是简单针对讲，台语文要怎写，有三大种的做法。过来，伊的书写历史是安怎？伊甲咱台湾是有啥物关系？哦，简单讲啦，咱干来用一句话来讲就好啊。咱台湾语文的白话书写历史呢，是比中国五四运动搁较早啦。各位。恁阁会记得中国五四运动是当时无？1919年啦，哦，1919年五中国个乌色因遐个人咧提出白话文个改革运动，哦，提出五四运动，哦，啊，伫迄进程咧，中国人会使讲差不多主要拢是用文言文伫书写。到讲五四运动以后，因才开始有觉悟，感觉讲白话来书写个重要性，因才大力去推动中文个即个现代化个即个书写。哦，啊，其实呢，伫五四运动进程，咱台湾呢，早就用白话文伫写甲写写球啊咧，哦，咱咧办报纸咧出刊物，伫出专册啊咧，哦，咱即卖呢，就来简单讲者，哦，咱拄则讲到即个原住民呢，伊书写是上早的，哦，啊，咱遮拄好有即个相片哦，各位看，这是1661年的时阵呢，欸，咱就有即、這个。马太福音，迄当时荷兰人，可惜最后一冬啊吼，拄好伊是伫台湾的最后一冬呢。诶，伊迄当时嘛出版即个马太福音，吼、哦，用希腊语的话甲荷兰文咧对照的一个的圣经啊、哦。啊，伫这进程呢，伫差不多1636年呢，荷兰人就伫台湾设学校安尼，伫学校就咧教罗马语，教咱迄当时的原住民呢，安怎用罗马语来书写咧。咱再翻头来讲台语的部分吼，啊，咱台语的早前的教材呢，百话当中就有安尼，啊、哦，当然是透过传教士因来，像这呢较早，这是我迄阵去收集所收集到的早期的这白话字教材吼，伊讲白话字实用教科书，啊、哦，白话字新课本等等吼，啊，过来早前的这个字典真侪呢，特别是这传教士，为美国也好，英国也好，加拿大也好，来的这传教士呢。因替台湾吼、哦，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，也是讲原住民留下真侪真重要的文化的资产嘞。像讲针对台语的即个书典，因着编袂少啊。上早目前还阁找得到的是1837年的福建方言字典 （Medhurst） 啊，啊，过来是下英大书典1873年，啊，阁第一本伫咱台湾遮出版的厦门音新字典，伫咱台南。哦，啊，1913年，啊，这本呢，这较近嘛，佫有伫出版，啊，即摆已经有改名，已经有甲正名，变做甘伟林台语字典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摆看这相片，这是下英大书典1873年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厦门音新字典，吼、哦，即摆叫做甘字典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除了字典之外呢，其实咱拄则讲，迄是几几啊例尔，不止遐啦，佫真侪哈。啊，过来呢，咱来看，台湾真早着用台语白话来咧办报纸。啊，咱即摆看，这是1885年
台湾府城教会报伊个第一版头一张啦，哈，第一期的这个报纸哈。你看这百外当前的台湾的报纸，哦，伊只标题写台湾府城教会报，规个都用台语的白话来咧书写咧，哦，啊，有的人讲，啊，这份报纸呢，这呢，啊，这跟咱台湾有啥物关系？啊，这敢不是讲干教会的代志呢？其实唔啦啦，唔啦教会的代志呢，哦，包括譬如讲，咱只记者呢，譬如讲像这呢，这个1886年有一篇白话小说叫做《日本的怪书》呢，这会使讲是咱目前呢，算是咱找到的、找到上早的一篇台语的白话小说。哦，伫中国人因犹阁伫啊知乎者也伫啊文言文的时代呢，咱就用白话伫遐写小说来呢。因犹阁伫用文言文写小说，咱就用白话文咧创作安尼，这是一个证据哦。啊，这个故事呢，伊是咧讲啥？哦，伊这是咧描写讲吼，有一个人呢，去这个饭店，吼、哦，过暝吼，啊，伊着去饭店时，着交代这个饭店的头家呢，吼、哦，讲头家啊。啊！你爱明仔载呢，爱甲 morning call 一下吼，我有要紧的代志吼。啊，这个过当天早起呢，时间一个到呢，啊，这个头家呢，就教育、教吩咐呢，就要来甲这个人客叫起床。啊，因为古早都无电话，我都用电话来 morning call， 都爱用本人去甲弄门呢。啊，这个人，啊，这个头家呢，就行来甲这个人客的门口，伊的房间门口呢。拄要弄门的时阵呢，哎，位窗仔边影是咪吼？哎，看人奇怪，这个人客哪奇怪？他的这被单内底有吐一个狐狸尾溜出来，因为当时拄寒天呢，哎，加被呢，啊，他有这个狐狸的尾溜走出来，而且头家就感觉真奇怪嘞，心肝就惊惊呢，也讲讲这到底是人还是魔神啊，还是狐狸精啊？他会安尼，哦，啊，不哩个呢，伊也是提出勇气的，敲弄门是咪啊嘞？啊，一个弄门迄边的时阵，当然伊讲话就皮皮出吼。啊，这个人客看讲这个头家咧讲话皮皮出，讲呀头家啊，无你是安怎哟？哦，啊，这个头家呢本来无啥敢讲，尾啊呢头家也是提出勇气就讲吼，啊，就拄只我要翕来时阵，看到你有狐狸的尾流啦，啊，你甲老实讲吼，你是人是狐狸精？啊，这个人客嘛真故意讲啊，好啦，我来甲你讲啦，我真正就是狐狸精啦，吼，我为山顶来狐狸精。啊！即届呢，入城来呢，有要紧的代志要办理，无安尼啦，你唔通共讲吼，即、哦这个秘密你帮我保守者，莫共讲吼。啊，你若当帮我保守即个秘密呢，我倒会甲你报答。啊，要哪甲你报答？倒吼、哦，你若明仔载呢，摕10元吼、哦，去庙里呢，去添香香遐甲囥呢，吼、哦，过当讲，互你变20元啦。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头家想，敢有遮好康的代志？啊，不哩个呢，想啊，反正蒙试看卖，反正也袂了啊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就真啊摕10元呢，去庙里添香香遐，就甲囥咧啊呢。啊，过当天早起一个去，哎，真正变20元呢。啊，伊做迄20元甲囥咧，过当天过去变40元呢。吼、哦，伊就想讲冒死啊咧，哦，不哩个，伊想讲，啊，10元、20、40变成万啦。哪个囥较大个吼、哦，是毋是变较紧？所以想讲啊，无我囥1000元好啊。所以就甲入1000元起来，甲囥伫遐。过当天早起去变偌济，无半仙啦！咁奇怪，啊太应该爱2000个，太拢无去。伊就唔信啊咧，伊就搁囥1000元，过当天搁去，嘛是搁无去。啊，尾啊，伊才恍然大悟啦！根本就变神啊！迄个诈骗集团骗去啊！迄搭是啥物狐狸精？所以你啊看，咱百外当前，咱的祖先，就用这种。遮深色的白话小说，劝咱爱安怎？爱注意遐变神啊，唔通有诈骗集团骗去啊！但是咱台湾人呢，吼、哦、嘛是阁戆戆推推咧。经过百外冬，你也看，后迄互骗钱的啦，后迄互骗选票的啦，后迄互骗甲台湾人、中国人分袂清楚的啦。啊，你也看咱的祖先百外冬前就咧甲咱交代啊呢，所以咱爱谨记在心啦，唔通有遐变神啊骗去呢。哦，啊，所以你也看。1886年，这全部拢用白话写的呢，证据拢伫遮呢。中国人搁咧知乎者也，咱都用白话咧创作啊呢。过来，咱除了创作的小说之外，咱嘛安怎嘛甲欧洲的遐的文学也好，囡仔故也好，遐童话、遐民间故事，甲小改来甲咱台湾呢。记一个咧，1915年，
咱就找到一篇叫做这个灰姑娘吼，台语版的灰姑娘啊，啊，你来看，伊只标题叫做土摊啊，因为灰姑娘因兜咧卖土摊，哦，啊，所以甲叫做土摊啊，哦，这就是台语版的灰姑娘咧，辛德瑞拉咧，吼，啊，你来看，1915年，迄当时中国人搁咧自负责业的时阵咧，咱就诶，甲迄真有名的格林童话，甲翻译做台语的小盖来咱台湾咧，搁用白话来翻译来小盖咧，哦，所以你讲。有的人讲哦，台湾文学拢是受着中国文学影响，哦，拢是中国人来台湾靠台湾文学，根本就无影无一只。当然，咱来讲有一部分的人，少数的人受中国文学影响，哦，就亲像讲有一部分人受日本文学、美国文学影响，同款啊。譬如讲，即卖真侪人在读莎士比亚的册，在读伊的作品啊，你嘛受着英国人的影响啊，敢毋是咧？哦，所以呢，尤其是台湾文学界作者吼。拢要是维持着过去迄种大中国的迄种观念、迄种的价值观来伫看台湾文学，所以因真侪论述、论点拢真有问题啦。包括黄春明、包括陈鸿明因遮个人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迄当时我去甲因抗议，就是安尼啊。因用迄种扭曲的事实，到底是因家己真正毋知，还是伊共扭曲故意毋知？哦，还是真正毋知？嘿，咱就要甲质问嘞，但是因嘛拢无爱互咱一个答复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拄仔看，像这台语版的灰姑娘嘛有嘞，啊，过来，你若要长篇的，你若爱读长篇小说嘞嘛有嘞，像这呢，1926年，郑克盼牧师伊所写长篇的小说叫做啥？出西山，啊、哦，啊，佫真侪啊，佫有真侪作品咱无要佫讲吼，咱这拢记一寡嘞，这几本的小说。1926年，几本的小说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像这蔡培慧，吼、哦，1925年所写的10项关键思想关键，伊就是针对咱台湾文化要来当发展，提出10大的看法出来，哦，伊几本册嘛拢用罗马字写的呢，哦，啊，过来，1917年，戴仁修所出版的台语的医学教材叫做《内外科看护学》，1917年呢。中国人搁咧自负责业时阵，咱就已经用台语白话在咧做医学教育安尼。哦，你也看，这咱人身躯的构造是啥？哦，啊，这器官叫做啥？啊，这系统是啥？伊拢用台语，甚至搁附原文英文，要哪讲？哦，啊，搁有汉文、日文要哪讲？伊嘛拢附伫进内底呢。啊，过来，这是啥？各位要看卖嘞？1897年的数学课本呐、啊。哦，恁捌看过无？咱的阿公的阿公迄代人，就用这台语白话字来伫做数学个，伫教算术人个。1897年的数学课本必选的初学啊！你啊看伊只，伊讲计小法度，伊伫甲恁教讲要哪计小，计小法度啦。哦，你看伊讲要分别小的大小，哦，要紧着看数目几个。哦，你看伊这种完全拢白字个呢。1897年呢，你也看百外当前的数学课本呢，哦，啊，所以黄春明因遮人讲台语无法度书写，台语无文学，有影无影，无影啦。啊，咱就是甲掠包，所以才见笑登上去嘛，哦。啊，过来，有人讲，啊，你讲讲迄种百外当前的代志啊，迄种恁祖先的代志啊啦，啊，恁即卖是够利用无？虽然讲咱即卖较少利用，较少用原因是啥？是外来统治者北。涉到咱的母语教育权啊，但是呢，嘛阁有一群人伫遐点点啊坚持用家己的族语，用家己的母语来写作、来办刊物的呢。咱记一下例就好，像这台文通信哦，前后发行九单、20几单，搁伫发行台文通信月刊，啊，阁台文网报哦，海洋台语文学杂志、台文正线哦，啊，讲首都时报。吼、哦，也是讲客语的客台语，也是讲文学客家，吼、哦，真侪呢。咱嘛是还阁坚持用家己的母语来创作、来写作呢。结果黄春明、陈鸿明因遮拢无咧共肯定，也无愿意共看，吼、哦，拢干阿在共否定，阁在共侮辱。因遮爱应该爱见笑呢，哦，啊，为什么咱台湾人毋知影遮个历史？为什么咱台湾人毋知影遮个物件？因为咱过去就无教育嘛，
中国国民党给咱教拢是干大中国教育尔呢，叫咱学中国话、学中国历史、学中国地理尔呢。啊，对着咱台湾的原住民、客家，还是讲台语，伊的历史、伊的母语、伊的文化，拢要甲咱斩断呢，无互咱了解呢。啊、哦，所以毋则害咱变母语的青面骨。所以咱即摆大家来觉悟，包括我家己嘛是，咱都毋通阁做母语的青面骨。既然知影这历史了，咱得为即摆开始。家己的母语也顾起来，拢袂慢哦。所以咱嘛一直希望讲，黄春明也好，陈方明也好，因遮个人，伊若讲为即摆开始反省觉悟，啊，为头开始，甚至你若讲真正都学无来，学袂来，无恁嘛莫讲侮辱，你着肯定人就好，都袂有遮冲突嘛。结果因含安尼嘛做袂到咧，哦。啊，即、這个我伫研究越南的时阵吼、哦，有一个。越南历史学家陈仲金啦哈，伊就捌讲过哈，因为过去呢，越南嘛长期捌予中国统治，直接统治一千冬，间接统治阁另外一千冬，会使讲用我予中国糟蹋足久个哦。所以伊就感叹讲吼，伊伫伊个一本册叫做即、這个越南通史哈，一本册内底呢，越南史录内底呢，伊个大话头内底伊就讲着讲哦。伫过去呢，中国统治越南迄段历史呢，毋管大人囡仔啦，啥物人去读册，拢干学中国史啦，无咧学本国史啦。吼、哦，啊要写诗、写赋、写文章，嘛拢爱根据中国个古典啦。吼、哦，啊对着本国个代志拢无要提起啦。吼、哦，啊本国人嘛甲本国历史当作毋知物安尼啦，得甲看轻啦。各位啊，伊遮个感慨，伊遮个情形个，拄好甲咱台湾即摆共款，一模一样啦。咱台湾人嘛是同款嘞，你看中国人来了，叫咱来做中国人，爱甲咱糟蹋咱本地语言甲文化，要叫咱看清家己呢。啊，这是用上夭寿的这个殖民者呢，哦，伊就要叫咱家己看清家己，叫咱家己扇家己的嘴巴呢，哦，伊含出手嘛无啊，伊就要叫咱家己看家己的文化，啊，这多亲像越南的，诶，这个情形。所以呢，咱呢，等下呢，就要来。讲一下即个越南，因即摆，咱来简单讲一下越南。啊，特别讲越南之前，我先提醒各位，咱即摆台湾语言呢，的教育观是安怎互剥削？吼、哦，我有甲做一个统计啦吼。你若为小学甲大学啦，平均一礼拜呢，咱爱干语文课就好啦。语文课内底呢，咱爱上偌济北京话啦。为小学甲大学呢，统计起来吼。差不多一礼拜17至24节啦。为啥甲大学拢必修哦？你像阮成功大学吼，必修北京话国文啊，还佫爱4个学分哦。不管你读啥物，拢爱佫修4个学分哦。哦，所以咧，平均北京话一礼拜还佫17至24节啦。啊，英语嘛有偌济，12至16节啦。啊，差不多中文的一半啦。啊，咱本土的语文呢，啊。包含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，原住民也好，一礼拜一节，而且敢若小学生有尔，哦，安尼啊，国中以上嘞都无啊，敢若小学即摆有一礼拜一节的即个本土语言的课尔，哦，所以你吼，即个情形就亲像啥，人北京话吼，是一天食三顿，逐顿都拢食白费，食到饱啦，哦，啊，甚至暗时还佫有宵夜通好食呢，啊，咱本土的语言是啥？一礼拜才予咱啉一个暗糜仔汤啦，啊，你会枵死的袂？你若一礼拜啉暗糜仔汤，你连你嘛枵死，哦。结果咱即摆本土的语言就是这种情形呢，哦。啊，结果咱进前呢，要去要求这个教育部的时阵呢，啊，教育部呢，咱去年6月13日去甲教育部要求爱兴咱母语教育馆，台湾语文教育馆。结果呢，伊讲哦，这增加学生负担，迄讲法拢甲黄春明一模一样。结果呢，过无几工尔，伊随个教育部随个公布啥呢？高中吼、哦、爱必修中华文化教材4个学分啦，爱分4学期来修啦。啊，你看恶质啊，无恶质。若要要求增加台湾的语文，伊讲 no， 讲袂使迄增加学生的负担。但是呢，伊若要增加遐个中华文化教材遐个4书5经的，足失败啦。所以讲好来。一睏头，甲你必修4个学分啦。哎，因卖拢无要紧嘞，啊，咱卖拢无嘞，是因较高尚哟，因中国人较高尚哟。啊，即个欺负咱台湾人欺负够够呢。哦，
啊，所以呢，哎、啊，这拢唔拿起有咱台湾人咧呢，而且联合国有这个2001年有公布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，啊，伫更加早之前，1996年呢，嘛有200几个 NGO 世界笔会、国际笔会呢，即个组织有公布一个世界语言权宣言。即个宣言内底，拢一直伫提倡、主张世界各国爱保障遐各国遐弱势语言文化。无论伊剩几个人，就算原住民剩200个、300个少数的人，伊个语言文化嘛应该爱受到保障、甲保护、甲发展呢。这是联合国甲世界各国只 NGO 的呼吁呢。结果咱台湾呢，国民党、中国国民党个教育部，刚好伫甲咱注文着遮个，哦。啊，拢干来讲无啊，讲吼，讲咱推销本土语文，就是狭隘的心胸，台湾的地方主义。这是联合国，这是世界国际的机构，拢是安尼伫呼吁的呢。咱是伫照联合国的宣言伫行的呢，爱煞甲你扭曲啊，讲你这是新兴刻意地方主义啊。其实这是中国沙文主义伫欺负咱台湾人呢。哦，好，接下来呢？咱最后10几分钟时间呢，咱就要来讲越南的情形哈。啊，这中只韩国的，咱就先跳过，时间有限哈。啊，其实咱今仔我讲的这部分呢，我大多数哈，伫我的研究内底拢有，我的册拢有哈。啊，各位咱上我的网站去看哈，啊，我的网站你拍中文 ，Google 一下就出来啊。啊，咱再来讲越南的例啦哈。咱再看一下这首诗，这是啥物人写？这是欧志明写啊。越南的顶个是伊个国父了，对啊，吼，胡志明先生所写的这个，伊伫家格内底所写的各种日记，啊，这各种日记是安怎来的呢？甲阿扁啊淡薄有像啦，吼，就是较早呢，伊吼蒋介石吼，吼中国国民党掠去关吼，因为伊迄当时为着追求这个越南的独立，啊，走去中国吼，啊，找找中国共产党甲中国国民党的一寡支持。啊！迄当时国民党诶呢，蒋介石怀疑伊是即个中国共产党幺白啊，所以甲掠去关关咧，广西头关东外啦。啊！伊吼国民党掠去关诶时阵呢，伊伫家格内底写《六种日记》吼，啊用这汉文写呢，其实伊是袂用北京话啦，伊是用越南话去读诶吼。这是表示讲老一辈咧，伊是这叫做汉文啊，这毋是中文吼，伊是用越南话去读这个汉文吼。越南老一辈基本上伊汉文拢也会晓，因为过去捌互中国殖民过嘛，吼、哦。啊尾啊呢，因后来伫差不多1945年以后，规个甲汉语废掉，改用罗马字，吼、哦。啊，为什么迄当时越南要宣布废除汉字，要用罗马字？哦，这当然就伊个历史因果，咱即下来讲即个历史过程吼、哦。这部分，时间真有限吼，即、哦、个快速点过就好。咱即摆呢，直接甲即个历史呢，由来伫1945年，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个骹刀啊，咱时间真有限。啊，咱即摆来看哈，即、這个伫1945年呢，啊，我先甲即个资料跳过者啊。啊。1945年迄个时阵呢，当然咱台湾这个情这部分的情景呢，哈、哦，我想咱也有上过咱秘书长林志兴秘书长的课，应该拢对台湾这部分也真熟，真熟哈、哦。就是讲，伫1945年，咱过去哈、哦、读历史的时候，中国党诶拢甲咱讲吼，啊，咱的军部开罗宣言呐，所以台湾就回归祖国啦，哦、啊中国国民党咧，因这人就是军部开罗宣言的，所以我们才当来台湾。其实这种嘛。讲个歹听是好笑的啦。迄当时蒋介石会当来派军队来台湾接收日本军的投降是安怎？迄是美国麦克阿瑟要求蒋介石，伊发布第一号命令，要求蒋介石代表联军来台湾以及越南北部去接收日本军的投降的。但是咱台湾历史教科书也好，台湾的册，台湾的这边呢，完全拢无要提起的越南。为什么无要提起？咱等下看知，要暗看这个历史吼。啊，咱正来看讲啊，越南迄边到底是安怎？伫这个日本天皇正式要投降进程呢，其实胡志明已经就听到风声啊。伊知影讲吼，这个日本天皇有可能连你会投降。啊，投降了呢，
越南呢，有可能命运会甲台湾同款，会交吼蒋介石来接受这个日本军的这个受降的迄个情形啊。所以伊就真积极，吼、哦，伊较早进前伫中国嘛，尾仔伊就真积极转来越南，吼、哦，做地下组织，然后要等候日本天皇啦，随宣布独立，随宣布这个投降的时阵呢，伊就要随发动起义，宣布越南独立建国吼。哦所以尾啊，1945年8月15日呢，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了呢。这个胡志明呢，真正的，伊就随发动八月革命。什么叫做八月革命？就是8月15日到8月底，短短两礼拜之间，伊伫越南各大城市发动起义，真正成功两礼拜尔。各位，咱即摆看这红点呢，吼、哦，这毋是我做的吼，这是越南的因遐博物馆。本身家己做个资料吼，就是伫八月革命当中两礼拜内底尔，因着修复差不多越南大多数个城市，起义拢成功了呢。伊着随紧伫，伊随，着讲因伫起义当中，伊着随宣布组成越南临时政府啦。越南临时政府着淡薄类似台湾民政府安尼个性质，就是伊随宣布成立即个越南临时个政府吼。啊，尾啊，真正日本天皇投降了呢。诶，今仔马格亚瑟就发布第一号命令，要求蒋介石进入北越咧。啊，迄当时诶南越是由即个英国诶军队来负责接收的，对啊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即个胡志明就真紧张啊，伊惊讲啊，即蒋介石若失败吼，有可能霸占越南，无要走呢。所以伊就赶紧搁伫9月初二，1945年9月初二，宣布越南民主国成立，就是临时政府了，随搁紧。九月初二，随宣布越南独立就对啊。当然，伊当时宣布无半个国家敢承认呐。啊，但是伊嘛是照常爱宣布。为啥伊要安尼做？因为伊认为蒋介石军队若失败，啊，即摆越南只呐无一个合法的、法理上的一个头，的一个政府单位的时阵哦，安尼素材蒋介石要抬要挂，拢素材伊呢。所以伊就赶紧伫蒋介石也未军队也未完全迄个进程咧。跟成立临时政府，佮宣布越南独立。啊，尾啊呢，即、這个哦，咱即摆先看一下相片呢。真正麦克阿瑟要求蒋介石派军队去，啊，蒋介石真正派军顾越南迄边的历史的记载啦，吼、哦，是20万啦。当这数字啊，在人看啦吼，讲军顾越南遐记录的是20万的军队为分离啊，毋是分离，分南啦，吼、哦，中国分南遐。20万的军队入去甲北越，要接收日本军吼。啊，咱即摆看这相片吼，这是真难得我为越南遐找出来的资料吼。就是这是蒋介石军队来甲越南海防的时阵呢，伫遐组织的情形吼。啊，这是伊军队呢，要去越南的荷兰，也就是因即摆首都伫罗宁伫行军的相片吼。啊，这嘛是伊咧伫海防吼，国民党的军队伫海防吼。啊，这是南部，吼、哦，嘿，这是国民党的军队吼、哦。啊，这资料是为越南遐得到的资料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南部英国的军队吼、哦。啊，这是这个迄当时越南因的游击队呢，家己做的这个通报器，伊咧通报讲吼，啊，蒋介石的军队已经进展到倒呀，走去到倒呀吼，咧、哦、做通报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时阵呢，咱看这北游话吼，这是胡志明吼。哦伊就伫思考讲，啊，只蒋介石20万的军队，迄大数目呢，比迄当时来台湾的军队搁较侪呢，啊、哦，因是二战呢，迄当时来台湾军队嘛几万人尔，就甲咱二八就杀甲密密麻麻嘞，因是20万呢，啊，你若是胡志明，你要安怎？所以尾啊，胡志明我也算真巧吼，伊就想了一步啦吼，伊就利用蒋介石甲。国际局势矛盾，尤其是法国的矛盾的关系呢，伊就去私底下找法国吼、哦，因为过去呢，越南嘛是法国的殖民地啦，啊，伫19世纪半期到甲即个战争迄段期间呢，吼、哦，伊是法国的殖民地，伊就找法国人私底下甲谈条件，讲吼，你若有法度帮我甲蒋介石赶走的吼、哦，我就愿意继续欢迎你法国人来统治越南，啊，我加入你法国联邦。但是你爱甲蒋介石赶走，你才会当来取代蒋介石。伊用这波调虎离山之计，法国听了嘛足欢喜的，因为伊就想讲吼，
伊阁想要甲越南摕倒来做伊个殖民地咧，所以法国就去甲蒋介石施加压力，而且咧就甲威胁利诱啦，啊哪威胁啊哪甲啥咧？啊法国就甲蒋介石讲吼，你若退出越南，甲越南让互我咧，安尼过去呢，签订个足济啥物中法诶不平等个条约，拢甲呼呼掉，我就无爱阁计较遐，就准拄煞，啊蒋介石听听，安尼嘛好咧。你法国要甲废除以前遐不平等的条约啊，啊，过来因为蒋介石伊爱应付内战呢，伊嘛爱欠军队呢，所以伊就答应呢。所以蒋介石就为1946年呢，才偷偷撤退啊。啊，对，拄只兼讲到真重要的，为什么迄当时的胡志明对蒋介石遐军队遐尔冤切？有两大件代志吼，这袂使漏交着吼。就是蒋介石20万的军队去到越南了呢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哦，遐个军队纪律嘛是足歹的，亲像来台湾的遐军队同款，食物件无要共付钱啦，啊南山来啦，吼、哦、啊蒋介石佫要求胡志明讲吼，我这20万军队的食穿用的拢爱你买单，你啊付大批的黄金加这个粮食给我，吼、哦、啊。啊，这个胡志明就头壳摸咧烧啊咧，因为迄当时拄战争结束咧，伊家己国内粮食嘛欠亏咧，过来伊南北个铁路中端、南部即个米粮咧、即个米咧、稻啊咧，无都运去北部咧，所以北部就欠粮食、欠物件通食咧。啊，你蒋介石佫要求遐尔济，因为伊表面上是讲这20万的军队要用，啊，其实啥一部要送转去中国，要应付个国共个内战嘛。所以胡志明。无多咧，只好着收挂人民，叫人民爱交出这物件出来，通好互蒋介石呢。啊，因为你人民的物件交出来，你着无通食嘛。所以伫迄个时阵呢，听讲咧，根据越南遐个估计，差不多200万人，因为安尼无物件通食，拢枵死啊。200万人呢，看是咱二八受害的几倍就好啊。所以当然伊嘛非常冤切这个蒋介石。过来，蒋介石讲吼。啊！你遐早甲我成立即个越南临时政府是要创啥？无安尼啦，既然你着成立啦，无你安尼，你释出粮出来，你个国会、你个政府个官释出粮一半出来，粮送粮予越南国民党，粮予遐亲中个越南人啊！因为蒋介石伫越南嘛扶持一寡即个亲中个人啊，伊嘛扶持越南国民党呢。所以咱后界哦，若讲到台湾个即个国民党，爱叫中国党，啊无就叫中国国民党，袂当甲简称做国民党啦，因为伫越南嘛有一个过去嘛一个越南国民党诶，所以伊就是要扶持越南国民党，所以迄当时因要求因诶国家副主席爱让互一个叫黄海神诶，遐迄个亲中诶人士啊，所以蒋介石即个胡志明感觉安尼袂得啊咯，伊希望咧要食也要掠也要拆吼，逐项都拢买，你要求我爱付出大批黄金甲粮食。也要介入我的内政，安那会使？早晚我都互你捅去啊，互你食去啊咧。所以伊毋才会赶紧找法国的势力，甲蒋介石赶走。为虾米迄当时蒋介石爱走？当然真济啊。佮有一点上重要，就是讲，因为伫法律上，伊无理由通继续留伫越南啦。伊只有偏啊懵个爱走啦。伊个想法，反正我会当跳个，会当退吼，跳个，就当就为越南走啊咧。甲你锁挂了，就通个走啊咧。伊袂当继续伫越南，因为伊个任务是去越南接受日本军个投降尔嘛。任务完成了，伊就爱离开，就爱转去中国啊咧。结果咱台湾迄当时安怎？照讲嘛是，伊来台湾了，就爱转去中国呢。尾啊，因为安怎？着韩战爆发，过来后来越战爆发，美国人着只好半目开开咧，甲无好话咧，无要讲遮个问题咧。我想这段历史，这着林秘书长来讲的更加详细。所以越南这部分，就是安尼，伊才想办法，甲赶走。咱今仔看的这相片是，迄当时越南人胡志明咧，找法国人咧，私下签订一个六三协定，伊有签下一个六三协定的一个相片。迄协定就是，等于是秘密，伊讲愿意欢迎法国佮倒来统治越南。当然胡志明这是调虎离山之计，意思是。苦肉计尔，伊无影要予法国人来。等胡志明走，等即个蒋介石走了呢，因着先开始准备游击战，要拍法国人。所以1945年到1954年，迄将近10年当中呢，因着伫
对法国人拍游击战啊，秘伫山区内底，甲遐法国人结着对啊。哦，啊，我拄则讲个即个历史呢，大多数拢是来自即个越南个历史教科书内底，伊个历史高中、高三个历史教科书拢有写，这是呢教科书个方面叫做历史，历史就是历史啦。啊，音甲咱台语真像吼，啊，即内底，吼、哦，我拄则讲个遐历史，因个越南教科书拢有写着，所以越南人呢，伊若读到高中毕业个人呢。伊拢知影蒋介石捌派军队去占领越南过，所以伫越南人个心目中，蒋介石是歹人。伫伊个心目中，中国国民党嘛是奥国党啦。因为呢，伊中国国民党呢捌甲因个国父呢胡志明甲关过，哦，啊佫欺负过越南，哦，所以这是越南人若捌读过高中以上个册人，差不多拢知个代志吼。啊，结果这伫咱台湾，包括我，我以前嘛毋知呢，我一直到佮几啊当前去越南做电影查。了才发现的这些事实了，较知影了。无我以前嘛唔知，哦，啊，过来最后，啊，最后几张相片各位看啊。像这呢，就是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了呢，隔六天伊就随宣布要推行越南罗马字，要废除汉字，啊嘛不爱用法文，伊要推行越南罗马字，要甲家己的母语、甲家己的文化甲吸回来。啊，迄当时推动一个叫国民教育的这个运动，呼吁大家人。哦，爱疼惜家己个母语，爱学习家己个母语个文字，哦啊，所以你看，因咧伫庄卡嘛拢伫遐教罗马字，甚至你看因只游击队呢，伫穿哦穿菜伫边啊，利用浪班时阵，因嘛伫遐呐学习罗马字，学习越南个历史甲文化。你看人个精神是安尼，唔只有法度拍倒法国，拍倒迄个即个美国，甚至伫1979年中国要去。伊个欺负的时阵嘛，佮中国人个拍转去，人越南人是有这个精神呢，啊，咱台湾人有啊无？哦，最后呢，这图是啥？这是这个1945年的6月25日的一个越南独立报，哈、哦，越南独立报，内底有一个漫画，这个漫画是写啥呢？啊、哦，这真深哦，你看，这个、大块的，伊是咧描写日本帝国主义，啊，这个光头的是中国人。哦、啊，这是越南人，伊讲日本帝国主义伫欺负中国，伫欺负越南。哦，啊，下面呢，往立伫涂骹上惨的是台湾，哦，啊，佮朝鲜，因为迄当时台湾佮朝鲜呢是属于即个日本直接的殖民地，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啊看，伫越南人的心目中呢，台湾人佮中国人是无共的民族啊。哦，人迄当时足清楚，台湾人佮中国人是无共的啊。结果甲咱台湾人目睭许喇叭糊的，吼、哦，认为讲台湾人就是中国人，啊，搁伫遐欢迎祖国所有的家乡的祖国，讲哦，希望伊会当来解救咱台湾，啊、哦，你看足含的，哦，好，因为咱啊时间呢有限吼、哦，我想咱这场的这个演讲呢，就先讲到这，哦，啊，若有啥问题，咱等下私下再过来讨论，吼、哦，感谢大家，多谢。起立。立正，行礼，请大家落去楼骹用。